又到了喜金刚修行小笔记这个单元，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中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修行喜金刚法的一些经验。在刚才节目中，莲生活佛讲解了这个喜金刚法的三禅定，也就是说深入修持喜金刚的内法会产生这三种禅定的觉受。那这三种觉受啊，跟其他的禅定觉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莲生活佛在大乐中的空性喜金刚讲义里面呢，他特别用了一章专章来介绍。这样呈现的方式它其实代表着喜金刚的禅定，它是一种透过修气、修着火、修明点、修无漏来达成的，跟我们一般其他的禅定方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它是以喜金刚为本尊的一种内法，你这样去修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三种禅定现象。由于每一位佛菩萨或者金刚神与世间的缘分不同，所以他们就会变化出许许多多不同种的外形。那这个当然也是这些佛菩萨金刚神他们修行的果位正量。那我们呢，普通的凡夫修持他们的法门，很自然我们就会随着这种缘分果位正量啦，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修行觉受跟变化。那举例来说，像我自己修喜金刚也许会出现这三种觉受，可是修阿弥陀佛又会有不一样的觉受，甚至呢修持这个圣乐金刚呢也会产生圣乐金刚独特的觉受。这是一种大同小异的细微差异啊。当然佛与佛果位相近，所以觉受会相近，但是呢修持着阿弥陀佛他就会跟其他的佛还是有些许的不同。那同样修喜金刚跟圣乐金刚也是，即使他们是两位金刚神果位缘分相近，在古代印度的密法里面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可是修持这两位金刚神以后的觉受它仍然有些微的不同。那这些觉受产生以后，我们密教弟子要明白，你一定要去请示自己的根本上师，由上师来判断，千万不要自己去强自解释，然后再去四处张扬，哎呀我修了什么金刚神变成如何了。因为这是密法，密法就是要秘密修，隐秘所得。要不然你把这些修持的过程、修持的结果公开出来，很容易产生魔障的。这个是必须要事先跟各位提醒的。那如果你有兴趣要修这样的密法，那欢迎来皈依莲生活佛。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02-2550-8599.org，就可以免费的下载喜金刚修行小笔记。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收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又到了喜金刚修行小笔记这个单元，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修行喜金刚法的经验。最近的节目中莲生活佛讲述了喜金刚的三种禅定，那么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也说过，这三种喜金刚禅定的觉受可以说是喜金刚与其他金刚神不同的地方。以前也说过，喜金刚是最早出现的一尊金刚神，他的修持法门肯定是这样的，相对于其他金刚神是比较简化的，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繁琐。可是呢喜金刚仍然是其他金刚神仪轨的共同来源，甚至它的共同地方还蛮多的。当然每一个人的缘分不太一样，可能我个人来讲跟喜金刚是比较有缘的，那跟其他金刚神又不是说特别的亲近，所以一开始在修喜金刚法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啦。那我觉得我们活在当下嘛，就不管什么前世今生的事情了，就以这一生来说当然莲生活佛传过的金刚神蛮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的对喜金刚法容易，就以我来讲容易理解、容易了解、容易去修持、容易念诵，甚至容易记忆、容易融入。所以这十年下来投入了心力和时间其实是蛮多的。可是呢就以刚刚讲的这个喜金刚的三禅定来说
我的师父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好，莲生活佛他把这个觉受讲得如此的生动，这个是我们做弟子远远比不上自己师父，远远不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师父不一样，他对于洗金刚法的深入程度哦，是我们做弟子完全无法估计的。好，所以就像他在节目里面常在解释的，洗金刚法的内法禅定，好，跟其他的金刚神也好，其他佛菩萨的内法或禅定，它其实是有共通的地方，可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各中微妙之处，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修持。我们每一个人求法灌顶、受灌得到开示，也要去付出自己的心力和时间啊，努力去做，才可能略有所得啊。其实啊，这几年下来，我的经验就是，时间仍然是现代工商社会里最缺乏、最宝贵的修行资源。古代祖师们都说，修行需要四大资粮嘛，财、旅、法、地，就是财物、同伴、法教、地点，好，就是财、旅、法、地。可是呢，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加上时间啦，因为人人都知道修行很好啊，大家都知道，哎，我要修行啊。讲到这个，没有时间，因为要上班的上班，要上课的上课，有家庭的还要照顾家庭，照顾小孩。等到有时间的时候，要么就是年纪大了退休了，要么就是体力衰退了，甚至可能健康也不行了。所以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有时间能够修行真的是一种福分。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上网02-2550-8599.org， 就可以免费的下载《洗金刚修行小笔记》。同时，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的收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请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